看你，就敢若亲像野火的，莫非就是你那无缘分？若要一年去看一个，莫你做老爸嘛会去笑我。假使讲你若无气焰的话，我想要收你为做儿女啊。是，哪来面前就是你了？如今你爬起，我问，我即马将你落保，等下我发回转北京城。我若袂转我的厝内底，以后咱若是无机缘，假使讲你若是有啥款的困难，你做你来找我，一定我绝对为你做主啊！旁边哪有一个人啊？一个我唔怕你，你敢骂你是无？我唔骂你，敢会是歹动？我想你暂时慢车离开的啊！要紧啊，方才我也有看到。因为我甲伊也无相识，也毋过甲伊看起来，嘛无参像歹度，就毋是要对上我去咧。所以说你放心啦，也无事，也无啥，我这是要回到北京城来去咯。弟啊，你速度小心些哩。哎，不是，有困难绝对爱来找我。我知影，放心。